在很無奈的情況底下，我必須要跟大家宣布，我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的會長林永恆，同埋我隔離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的主席阮柏良，由而家開始會宣布絕食佔領。我哋相信，我哋面對言論自由，我哋係唔應該退縮。所以當我哋大學校方未應承我哋學生組織去歸還民主牆嘅管治權，同埋確立學生會嘅自治權底下，我哋絕食係唔會停止，因為我哋相信守護言論自由，我哋當仁不讓。